有什么大工程的？啊？有什么大工程的？哎呀，这咱不是那个临时的快活吧？哦。还用呢？你看爸爸抢土豆吧，给我们建个临时的厕所。我能给你转的话，以后咱聊。这后边治了，看。我爸现在给搭一个简易的，就是卫生间。方便我们来拍视频的时候啊，有地方方便，爸想了哈，很周到。你一个干的尾气，这些现在都是全部挡不上，然后这边还挡吗？咱上下来，在这儿。哦。好。行，要拍。行，可以，建议。哎，对。对，对。什么呢？你又在这里啊？忙到忙了。你会困吗你？啊？往上打，哎。这是软烟，不上那里，这是软烟，围一个。哦。完成一半了，好吧？完了。嗯。嗯，你把那剪刀上厕所去，他不行，他那个爸给你剪刀弄个简易厕所。这么远？远的嘛。太远了。兄弟，你别耽误我路哎。放水。别两个，别三个，那怕三个，两个差不多吧？啊，两个。哎，这不太热，所以就完成三分之二了。啊，你干这个活，从三个方向接，接手。啊，没看你说不孬啊，长相啊，那不行啊。哎，长再长上以后，这个我建议了。哎，这边拐这边来的爷爷，是吧？好嘞，你看爸爸造这个厕所行吗？嫌腻吗？给俺爸个评价。给你弄好个舒服的，给你弄个方便性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办好了不空心的。两个空心的，往那一放就当坑是吧？对，换成了。哈哈。好嘞。好。简易的厕所就这么弄完了。大体就这么个意思。